同学们好，我是国际汉语老师 Helen，我来自中国的淮南。也许您没听说过淮南，但您知道中国的豆腐吗？淮南是一个有着2000年历史的城市，是豆腐的发源地。欢迎您来品尝豆腐美食。我有着2年的线上教学经验。我喜欢阅读、旅游、瑜伽，对制作美食有着极大的热情。我是一个积极、乐观、耐心且有创新的老师。我十分热爱教育，了解您对中国文化的爱好和在学习中遇到的难点，我会帮助您克服困难。在教学中，我善于鼓励，帮助您树立学习的信心，也善于举例，适当的拓展知识点，能够让您更深刻的理解知识。我善于使用教学工具，如图片、视频、游戏等，让您轻松的开口，愉快的学习。在教学中，会根据学生的个人爱好融入中国的文化、历史、美食等内容，充分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。欢迎您加入我的课堂，我会与您共同学习，共同成长。谢谢，再见。